我在 GT5 里面曾经有过数台 GTR， 而且从 R32、R33、R34、R35 都有，而且我都改超过1000匹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今天最高兴的就是它终于中国化了。可是我又不会买这台车，看见吧？中文化的卫星导航，哎，圆山大饭店、青年活动中心都看得到。嗯，当然我还是主要要去看一下它这个。Info setting， 你看这些全部都中文化了，很棒哎。他以前没有，以前哪有啊？有，反正，对不对？终于他也顾及我们的需求了，虽然一年也不够卖个30台左右吧。手来是，对吧？30台就给他中文化了。导航，导航，导航，对，设定导航啊，不知道，哎 ，Map， 小摩马是有地图的啦，啊。我看一下 settings 这里，它这个要开启以后才能调整这个，而且它这边现在变 carbon 面板，蛮好的，哇，水当当。没有没有那一种一坐上去就觉得三秒奔腾的感觉。三秒哎、欸，开玩笑。有没有三秒奔腾的感觉？嗯，是挺有模有样的啦。大姐，有模有样，不错。该复杂还是有复杂。